HJD510H 系列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是由我司在20多年研制生产电动机保护产品经验及充分研究国内外产品用户需求和低压抽屉柜的基础上，新一代全功能综合测控装置，具有先进的现场总线，基于微处理器技术，采用模块化结构，由微处理器来执行电动机监测控制功能，与接触器、软启动器、速壳断路器配合，为低压交流电动机及低压线路回路提供了一整套及多功能电力参数测量、60多种控制、保护、监测和总线通讯于一体的解决方案，取代了热继电器、热保护器、漏电保护器、欠电压保护器，取消了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辅助继电器、电流护感器、仪表、控制和选择开关、指示灯、可编程控制器、变速器等多种附加元件，大大简化了系统接线的难度，避免了因电机过载、堵转、断箱、三箱电流不平衡、过欠压、漏电等故障而导致的生产事故，是智能化 MCC 的理想选择。为了满足更多厂和客户的不同需求，公司有3种不同尺寸、不同功能的产品 ,LED、LCD 2种显示方式供客户选择，为客户提供更完整的产品解决方案。